受比的人早就可以伤害我，然而他没有，反倒一直在帮助我，鼓励我。你不要被他蒙骗了，我相信他，因为他是我的朋友。等等我。哼，该你上场了哟，出发吧，必须抢在他们之前得到超炫核心。闪电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是你朋友苍渡怀疑我吗？不是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我的目的早就告诉你了，我想得到藏在那里的超炫核心，只要变强就能保护刃姬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，闪电是为了保护同伴，大家一定会理解的。你是我的朋友，我不帮你谁帮你啊？没错，我们是朋友。超炫核心找到你了。你又想干嘛？我们认为闪电不应该继续前进。闪电不是什么坏人，他是我的朋友。那就让我来确认你们的身份吧。超炫狂风。哼，就算我变成超炫斗士，你也不会让我进去吧？那么为什么要按你说的去做？不要再找借口了，狂风攻击。超炫连环火盾。月城，你，我不想让你们任何人受到伤害，所以要动手的话就先把我们打倒吧。月城，你真是傻。那是你自找的。狂风上。万童上。老大。什么？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闪电，不应该叫你永夜。只要能得到超炫核心，我会利用任何一个人。那么我们就不再是朋友。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。我不会让超炫核心落入你的手里。连环，背叛者，一起收拾他。转魂融合，欲裂炎魂，超炫三轮，超炫击物。就凭你们几个还没资格跟老大过招呢。别挡路。小心，月城！看来没这么简单就能通过呀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就是你们的终结了。红曼，可恶！要想办法将他们分开。交给我吧。这样的招式对我们可不管用。是吗？你小子，我们不会再让你们得逞了。臭皮，结招吧。超炫核心是属于我们的。让开。走。